奇迹，非常好的奇迹，谢谢大家。已经拍了半年了，这么多一起打拼的工作人员，欢迎你们绍兴哥，真的是太辛苦了，而且要休息二十五整桌，真的是很辛苦，大家都很辛苦，对，但是这场戏呢很开心，可以跟非常多优秀的演员合作，之后还有机会再跟这些演员的工作人员一起。轻松些。其实有点稍舍不得啦，最重要就是剧本写那么好，然后演员都这么厉害，真的是很棒，很难得的机会。今天的感想没有什么喜悦感，我觉得是有点感伤，真的是舍不得大家。真的杀青哦，我也是欢乐啦。杀青就是表示讲已经无头路啊啦。其实大家都很辛苦，尤其是工作人员、导演、摄影师、灯光师、道具，所有每一个人都尽心尽力的在为阿杰这一部优质的戏在付出，谢谢大家。Yeah!